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来欢迎大家来收看今日的节目吼。啊，这个系列吼，谈情说爱吼，甲咱的囡仔爱来谈性吼。其实这个系列我也不是集中在谈爱情，我其实想要谈的都是性，但是这个性一定也讲到这个爱情的部分，其实拢是上游下游拢有关系啦。哦，虽然其实最后边讲谈到性的时阵，有一个物件一定爱谈，什么是真爱？因为这个上帝创造这个性行为，这个行为是建立在真爱，是两个人有真心互相信任，两个人真正是用真情在交配，才会当温存恁在婚姻的保护之下有这个性的行为。所以呢，爱在头前，那个性的行为在后面，你若无性头前，你就袂当有后壁，所以你要先甲教，什么是真爱？通常一个人会到伫发展到迄个性的关系，正常之下，正常之下，伊是有阶段的。头一个阶段，互相吸引，我看你顺眼，你看我顺眼，对不？正常哦。安尼了后，还佫过个阶段，到最后两个人才安尼坦诚相对，才会讲三趟条袂歹势，吼、哦，迄是要经过一个足长的过程。但是今嘛的青年人，最大的问题就是，我看你的瞬间，你看我的瞬间，有迄个 feel， 有一种感觉，就直接开房间啊，安就是错误，安就是错误。为什么？因为因将这个有感觉当作是真爱，安尼就错了。所以咱来教，什么是真正的爱？真正的爱情是对感觉开始，搁再来爱过一个发展，有一个发展曲线，敢那一条线。发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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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一个程度，才能确定迄个叫做爱情。有爱情了，才能当去有亲密的行为。吼、哦，啊，亲的人都是因为你无甲教，伊唔知，伊就你讲，哎、欸，我看你未歹，你看我未歹，啊，我甲你讲，你愿意吗？你嘛讲我愿意，安、啊、能开房间啊？吼、哦，这直接跳过啦。吼、哦，而且跳过了出问题啊。吼、哦，所以爱甲教，教伊讲什么是真正爱？真正爱一定是用有感觉开始，这无话讲。两个人无感觉，要来继续发展啦。哦，爱互相的吸引，这个吸引呢，有可能两个部分，一个叫做外表，一个叫做人格特质。哦，什么叫做外表？就是一、这个人看到足顺眼，啊，这每一个人吼、哦，天生家己吼、哦，古长以来拢会发展出一种属于家己的模式。比如讲，哦，比如讲，查甫人在赛车，咻，这台车过，哦，好喜欢这台车哦，哎，迄就是呐，你古长以来。你会开始会想对某一个物件、某一种形状会有好感。有的查甫是对一种跑车真有好感，对不？但是你若讲到我这个年纪啊，我感觉我已经改变了。我若少年时二十几岁，我嘛是看这个法拉利啦吼，啊这个丹麦的跑车吼，吼、哦、我感觉足怕的，安尼车足低扁扁安尼，我感觉足欣的。我即马无啊，即马有家庭，咱四个囡仔。我即马是对修理车较有兴趣啊，咱即马咧赛车啦、跑车去哦，遐家无缘分啊啦。咱即马讲，哎、欸，哇，这台修理车袂歹，吼、哦！你知我意思无？我意思就是讲，咱足自然会对这个外形会有吸引力，吼、哦，这是随着你的年龄会无同款，吼、哦。所以你若讲十五岁囡仔，伊要爱的对象，甲十八岁囡仔要爱的对象无同啊，迄、那个会吸引力的条件会改变。你若讲到老三这个年纪啊，咱就已经乌衣裳的年纪啊。你讲什么辣妹哦啊，二十几岁，我坦白讲啊，我感觉无什么吸引力啊，小妹妹啦，小妹妹啦，对不？因为阮查某囝嘛，才改变这回，我引不起我的兴趣啊，你知不？哦，到这个年纪的时候，那是对另外一种的 style 开始较有感觉，这就是人。所以，那两个人开始有一种。真爱的感觉头前一定要生一个互相吸引，啊，可能就是某种外形，这个看你的年纪，可能就有的人看这个闪闪啊、热热啊，吼、哦，比如讲查某囡仔啦，吼、哦，什么样的男生，有的人买来就是一种型男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较有个性的，啊，老吹秋的，哦，啊，有的人买来不是爱斯文的，吼、哦，白面书生迄款的，有的人买来是一种敢那电影明星，迄头毛长长啊，帅帅的，吼、哦。爱种会出来什么偶像团体去看嘞？伊是变爱种型的，都是一定是有一个外形的特质，会甲你吸引，迄个做开始。听清楚哦，开始。
迄毋是叫做真爱，即个是咧拼好清楚。甲你囡仔讲，迄、那个只是开始而已，迄、那个阁毋是真爱。但是你唔能讲那个不是真爱啦，你甲否认你的生气啊？那个就是哪里不是？哦、你咱讲话较好奇卡来讲，那个吼、哦、就是有可能是真爱的开始。哎、哦，讲话较好讲咧嘛，哦，有可能是开始。咱继续搁来试看，是啊，毋是？你卖甲否认，伊就较有安全感。哦，阿你那个讨论会落去嘛？哦，所以头一个阶段互相吸引。另外一种可能性，唔是外表。另外一种可能性，可能是讲，我就是喜欢那种卡哇伊呢，好可爱哟、哦，吼、哦！伊可能是爱种足古锥的，有查囡仔就是足有笑容的，啊，个性足单纯的，吼、哦，这种人真吸引我。啊，但是有的人可能是要爱种，我爱种足文静的，点点，什么代志拢，嗯，没关系啊，我无所谓啊，吼、哦！啊，讲话那讲无几句，啊，未讲足搞话，有的查甫爱去型的。但是嘛，有的查甫爱活泼嘞，吼、哦，哎、啊、呦，叽叽喳喳，总爱讲话，感觉讲哦，好活泼、哦，好有活力哦。这吼、哦，什么款的型对你有吸引力？这每一个人无同款，大部分有感觉，就是外形嘛 OK， 吼、哦，啊，个性嘛会合，哇，安尼咱就开始叫伊熟悉啊，叫伊吸过啊，哈，哇，开始会想伊啊，因为这外在内在两个拢八十分呢。咱就开始想啊，暗时也要困了啊，今日看到迄、那个，哇、哦，真正袂歹呢吼。你也开始，你的情绪慢慢受影响啊。过来，你就唔忙讲，我希望今天看到他，吼、哦，开始有这个情绪啊。啊，唔忙讲，伊马上注意我。过来想讲，我要开始约讲话，也对我有兴趣不？他喜不喜欢跟我讲话？好、哦，就开始互相在试探嘛。因为我对有好感，但是讲不定人对我无意思啊。我两粒目睭金金金在甲看，有些人看到我根本就连看无袂甲看，所以咱都在试探，吼、哦。所以对着对方有好感，开始在试探。那会成功，就是对方对咱我哪有反应，我哪有好感。对方会讲，会当试看麦，你要甲出去无？嗯，会当试看麦。吼、哦，安尼慢慢对着开始，我吸引你，结果你嘛吸引我，吼、哦，安尼算有破啦，安尼当继续试验落去啦，吼、哦。第二步就是开始愿意来付出，哦，落雨天我嘛塞车去给你载呢，我后头来塞车你载呢，恁家真远，你嘛讲顺路呢，我无要紧啦，嗯，啊恁家住伫底，啊阮家住台中，啊无要紧啦，我载你转去恁家，阮住台北，无要紧啦，我先塞台中，我等下台北顺路啦，你听有无？起笑啦，咧顺路顺啥路？啊，就是讲天边海角，我再去美国倒转来嘛是拢顺路啦，你哪会当到这种，好、哦、无怨无悔啦？我愿意来付出啦，吼、哦，安尼就是当进一步啊。所以进一步就是你开始愿意来付出，你开始愿意来付出啊。搁再来就是讲，对方伊嘛愿意来为你来付出啦，哦，啊两个人开始慢慢，得当开始互相了解啊。这么互相了解了，会经过一个冲突，一定会因为世间无两个人拢永远拢相款的，无可能。这么。我付出，你也付出，但是过来开始委屈啦。我付出了呢，我来感觉，敢那无啥价值呢。哦，开始进入一个冲突期。这个冲突过了，发现讲，以前我甲伊冤家仇骂，骂了回来，我那感觉讲还是想跟他在一起。吼、哦，安尼这就是讲，开始对这个冲突，爱去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，那叫做升华。吼、哦，你的关系慢慢进一步啊，就是会堪接冤家啊，会堪接仇骂。啊，通常这个时期慢慢，才比较进入到这个比较成熟的爱情。但是成熟的爱情是不是一定两个人将来有结果？嘛不一定，嘛不一定，因为现实环境会变嘛。因为你讲十几岁到超二十五岁进前吼，变数真多嘛。查甫爱做兵嘛，哦，啊那无查某可能爱出国嘛，啊嘛可能搬厝嘛，嘛可能可能移民嘛。这变数是真多。有当然是两个人感情 OK。但是家庭咱 OK， 吼、哦，家庭无妥当，家庭有反对，家庭无认同，吼、哦，啊是有人可能是咱交往一两年的时候感觉袂歹，结果咧拄到另外一个，感觉讲哦，这个更了解我呢，我即马拄到这个才知道以前真的是假，吼、哦，较早这个伪钞，这个即马这个才是真钞，即马这个才是真命天子，较早这个吼、哦，这假冒诶，咱就开始有种感觉啊，所以咱就开始想讲，想要把它撇掉啊，吼、哦，想要跟他 say 拜拜啊，想要甲切切，想要换。要换另外一身啊！这就是拢种一挂过程。
是经过这样一复杂的过程啊，到最后确定讲，真正你是我的爱人啊，我已经知影什么是爱啊，足深的体会啊，嘛经过足长的时间的考验啊，我未后悔啊，才结婚啊，哦，结婚了才当发生这个继续进一步身体的接触啊。即我拄好讲啊，讲恁两个人发展到一种信任感，甲你的烫三烫五拢未歹势，迄毋是足简单的代志呢？迄是一个足长的一个过程呢。这个过程中间，恁会对着互相吸引、付出，搁再来足自然会进入到一个两个人五万、七万有这个身体的接触，这一定有诶。所以恁老公即款上歹处理啦，吼、哦，到底想要身体接触时，你有一条界线。袂当一个尔就失手去啊！哦，咱对牵手开始，到着牵手了，进一步要阁摸你身体，除了手以外，其他的所在，咱都要注意啊！嘿，那阮查某囝我拢教，都教讲牵手就好，连伊咧要甲你摸你的头吼，安尼甲你安尼嘛袂当，袂当，因为吼、哦，你若牵手这关吼，你若会突破了吼，阁再来吼，节节败退。哦，所以咱严守第一关，牵手就好，哦。因为这牵手吼，咱讲较现实的啦，你是后万不利啦，那无成功，我那无伤害啦。啊，你那手牵落尔，往浸啊浸落啊，啊往啊往落啊吼，迄过来等于就是节节败退嘛，我都来讲了嘛。哦，咱等于就是过来就是不成功变成人嘛。你将来若无到底，你就足伤心的，现在那伤心到要死去。迄不是跟他讲他不爱我呢，是咱吃了亏啦，大哥啊。吃亏啦，啊，吃亏去啊，哦，去用吃豆腐去啊，哦，人家咧说说摸摸、亲亲的，把咧等你杀去啊，迄种感觉才会乎你足气的，迄个才是一个人失恋最大一个伤害，所以迄个伤害对对来，对着恁已经迄、那个身体的接触已经超过恁的真实的关系，咱的关系都要无啥确定，已经手人伸出去啊，安尼想超过啊，安尼日后万不能啊分开，一定伤害。一定伤害啊！所以咱那查某囝咱来教，爱情是无平等的。查甫的甲你安怎，就算讲甲你发生关系啊，将来若甲你分开了，伊拢无损失。查某囝仔毋是呢，所以爱情不平等，这一定爱教。哦，男女咱拢爱教，爱情不平等。查甫食食的嘴巴话，连刀啊拢免切，嘴啊拢免切，做一走拢无要紧。查某囝仔。你俩用降班仪，啊！你真正你惨嘛？你从此以后，你绝对是永无翻身之日。这个观念一定要改。好、哦，我那个早已老公不会啊，是我占他便宜啊！那是你给他硬掰的，你占他便宜的，事实都不是啊呢，卖他妈假笑，不可能。这是真严重的观点，休困一下，等下了一定要讲我清楚。来，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啊！什么是真爱？这一定要讨论。因为不了解真爱，伊当然对着这个两性的行为，伊袂这么在意。因为了解真爱，伊就足真珍惜男女之间迄个亲密度，迄、那个肉体的亲密度。好、啊，所以咱今日来解哦。来，圣经讲啊真清楚啦，什么是爱？哦，圣经里面讲到爱的架势有够侪，有够侪啦。其中真出名，佮编这个歌啦，哦，讲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赐，这足侪人拢会晓唱的吼。其中我取一段，讲吼，真爱是无做即啰见效的代志，哦，也无去算人的歹，哦，无去人算讲你对不住我安怎，真正爱是无咧做种代志的，哦，啊，当然这段你若有兴趣，家己去找圣经来看，就讲你若上网吼、哦，你若去查。好、哦，圣经里的爱，安尼哦，迄个足济啊，足济假事。所以真正的爱是真复杂的呢，是真济项目呢，拢着符合迄个标准，拢爱拍高吼。迄、哦那个加起来才是真爱呢。真爱不是讲我看他好帅哦，他看我好美，这个叫真爱，唔是啦。真爱不是讲我愿意献身给你，这个叫真爱，唔是啦。真爱不是讲我愿意生囝哦，我想为你生个胖嘟嘟的小孩，好幸福哦，嘻笑。花痴，真爱的，啊，唔是安尼啦，哦，
真正的爱是要好好来研究的啊。啊，所以我感觉最重要就是讲，当咱讲到讲两个人啦发生关系的时候，早起啦，过来干嘛讲？嗯，是我占便宜，这个是睁眼说瞎话，对吧？因为规个文化明明就是讲对早起来要求是比较客观。足够一来，再一个叫做贞洁牌坊，再一个叫做守寡。你捌听过查甫咧守寡无？笑死人，对不？是讲无关代志啊。查甫你捌听过贞操带无？你捌听过无？笑死人。所以你着承认，这个物件就是无平等嘛。这事实都摆在眼前嘛。你不服，你跟他讲，你硬要讲，哼，我是女生。我跟他怎样？是我占到他的便宜，那是你自己的自我催眠，那是你自己的自我解说。你说甘是这样，甘是这样，很简单啊。你如果真的你认为你占便宜，我跟你说，这个道理很简单哦。世间若占便宜的事情都敢大声说，听好心照哦。占到便宜的人一定都敢大声说。比如说我买一台车，买这台车俗掉啦！迄个人要出国，这台车准备买百二万，即要出国，要当现金，急买卖，卖我一百万，只买一个月尔，我一个月现赚二十万，这个代志你会讲无？绝对讲诶！这个代志就暗砍，他就暗砍，占便宜好代志，欢喜的代志，绝对讲诶！打高尔夫球，咻！一杆进洞，你也讲无？绝对讲啊！因为一杆进洞还有个板凳啥人？一杆进洞在拍摄啥位？那都甲讲啊，对不？一杆进洞啊，买一间厝，然后哦，我、哦、这间厝足水嘞，你买偌少啊？拍摄我买在低点哦，都迄阵吼，厝价上低时阵，这厝主吼乌白白，我都买着俗的。迄阵买厝的时阵是买八百万。即卖即间厝，若要卖，已经千六万啊！即个代志你敢讲无？绝对敢讲，咱老咧唔敢讲，啥唔敢讲？买千六万，即卖剩八百万，咱唔敢讲，对不？咱歹势咧，干嘛讲？股票套牢，有人咧讲大声哦，拢嘛是有赚到，讲出来讲，哎、欸，嚯、哦，涨一涨个涨停板啊，已经连续五期涨停板啊，你唔只系讲，连续五期跌停板，你好意思讲？你见笑死样啊！你见头买个即个地雷股，对不？哎呦啊！买到个地雷股已经下市啊！你敢讲？你敢讲我都唔敢听咧。哦，唔敢讲啦。好来，言归正传啦。一个查某囡仔，你阿公是我占便宜啊！无你敢讲？你讲啊！好当你敢讲？你占便宜你就讲出来啊！我讲过了嘛。那真正是你占到便宜的代志，你一定敢讲嘛？对不？哦，人卫生纸一买一，人买两百，结果你买到拄啊人咧拍折俗，你买到一百，这个代志绝对敢讲的嘛？一个查某囡仔，你若讲我甲足侪查甫安怎，迄拢我占便宜，你讲我大声咧啊！你有当你下一个男朋友，你也讲小心啊，我都要占你的便宜哦！啊，之前我已经占过二十几个人的便宜了哦。你查某囡，那查甫讲好崇拜你哦，好厉害哦！我咧讲照哪咧背咧，我要求这里面特种行业的，对不？靠可能你慢点睁眼说瞎话，讲这是我占到便宜，你欺骗社会嘛？无可能的代志嘛！对不？你真正敢让男方讲要去提亲吼？你敢伫男方的爸母面头前讲，我是很会占便宜的人哦？啊，那被我睡过的不知道有多少？你鼓励讲话吗？对不？马上当场来跟你毙命，你个骗笑的！啊，所以我其实咧已经是讲到真白啊啦，哦，这种代志哦，无啥好讲啦。你讲是我占便宜，那是你心内对家己讲的，你根本你都唔敢讲出来给听。你连你家己知己，卖讲讲我查甫听，连查某囡仔好朋友你也唔敢讲我一听，你敢唔敢讲？哼，是我占便宜。你若敢讲，我敢讲，那你真的是一个不正经的女孩子啦。连这种代志你也敢讲，真正你用看不起的，歹势我话甲你讲发动啊。你伫一个查甫人面头前，哦，我敢难讲，你伫我老三面头前，讲老三嘛，我看你的节目呢，我甲观念甲你无同呢，我迄查甫我。睡在很饱的啊，我都占便宜啊，你这句你若说出来，我马上看不起你，真的，我马上我看你没去，因为我感觉说 你很乱来，我说你是很随便的，我说 你做这种事情应该是很伤心才对啊，你都找不到一个爱你的人，
你拢找袂到一个真心疼惜你的人，你也找袂到一个你真正爱的人，啊！你搁底下讲个大言不惭，搁敢甲我夸口，我著直接我电视中我甲你讲，你若敢咧甲讲，我著看你无去，对不？这个人来会常常安尼甲人发生关系，我认为那是一个足悲伤的代志，因为你找袂到真爱，迄情有可原。这个人你若讲我的性情会很混乱，我不会看不起你，我袂。但你若讲我的两性关系很乱七八糟，而且我觉得洋洋得意，安尼我都看不起你啊！你听好不？哦，做唔对，唔是见笑，但是做唔对，无感觉唔对，搁底下叫是家己真牛，安尼我感觉这些是，哦，些是足悲哀代志啊！安尼足悲哀代志啊！哦，所以什么是真爱？那无迄个真正诚实的爱，就直接跳过到这个性，这对人是伤害呢？这对家己是伤害呢？哦，你咩动作讲安尼，敢若无要紧呢？无要紧是你家己的自我，你讲无要紧。事实上就是无要紧嘛。事实上你就是会 care 嘛，会在乎嘛。事实上别人就是别人，若知影你是迄种人，别人就是看你无起嘛。别人无多认同你种行为嘛。哦，所以亲爱朋友，咱就是要了解讲，咱咧甲囡仔谈的时阵，像这个观念，你拢要讲互伊听，互囡仔知影讲，要珍惜自己，互囡仔追求讲什么是真爱，伊较会将性放在头前。伊会将爱放在头前，安尼这个囡仔，伊才会当真正追求到真正幸福。啊来啦，哦，好、哦，讲这个讲起来真喘安尼，足歹讲的啦吼，但是真重要。好啦，讲到这为止，任何问题建议欢迎哦，卡电话到国 TV， 今日节目时间到这，多谢大家。啊、不讲未爽快啊！观众朋友吼，真侪人拢会知影讲，我若将来吼老时，我都爱有一个保障，咱有一个保险。但是我知咱足侪咱较老的朋友讲啊，卖甲我讲啥物投资理财啦，我敢若讲都看有一个保险吼。我若讲破病住院，谁那人隔壁床的人拢免钱，吼、哦、人住即个两人房的，啊咱住即个四人房的，我要吵死安尼。吼、哦、我嘛足想要安尼，吼、哦、啊这到底变哪处理的嘞？来今日。节目中来邀请一位咱保险的专家吼，陈经理，甲咱大家来分享吼，到底吼咱的最基本的保障到底是啥物？来，陈经理你好，来来来，咱讲最基本的，顺遂都安尼保障都莫甲用啊，真复杂。咱有观众朋友吼，咱咧有阿嬷阿公阿伯安尼，哦，人咧无想要了解真复杂。你是唔是简单讲？那敢若讲保险有上简单呢？哦，功能足单纯的是啥物情形？上简单的就是最主要，咱知影吼，咱开始大家一般的观众，咱应该拢有健保，是，所以咱上担心就是讲咱破病大病的时当中的费用吼，对，若要讲大两人床吼，平均在台北市的所有的大病，一工平均你爱家己搁开差不多2000块，算讲健保以外啦，哈、啊、对，哦，我若讲，比如讲，我到囡仔若坐，咱若大拢五六个。迄一群啊，人来咧看哦，来甲咱探病的时阵吼，咱足差，咱惊共吵着咩？所以咱带一个啊，啊，阮两个人就好。哦，安尼时阵一天爱贴2000块，我安那带一个两礼拜，啊，唔多贴20000几去啊。是啊。哦，啊，你若讲，比如讲安尼讲，贴我若带两礼拜就贴20000几，我若保险费，超是一年超偌济？啊，这保险费啦，讲伊讲伊我的年纪啦，吼，我的年纪较少年啦，是。以40岁左右来讲，一年大概差不多于4000块左右。4000块，系4000块，一年呢？对，也保费，保什么款？咱来接受啊？就是讲，咱他讲纯粹讲住院，吼、哦，会当理赔2000块的部分。我今日当单独保这未使吧？我嘛爱挂一个人寿险，噶唔是？我观念应该是安尼。咱过去来讲，吼，有保险公司会要求讲一定要挂一个主企业，对啊对啊对啊，有一个额度的限制。但是因为、啊、你嘛知吼，经济无好。啊，消费者要买保险，伊咪算。啊，保险公司为了要招人，有较侪人会当来接受保险，所以即摆主企的额度去定嘛，定甲非常的低。安尼哦，这有解我唔知呢、嗯。哦，所以即摆意思讲，你我感觉拄啊这真趣味啊。我若讲除了健保以外，我都讲想要多较好，我想要啦破病带两人房，一年嘛那交一个4000块保险费，对不？啊，交4000块，我若万一破病，就直接升级，升做两人房。是啊。是啊，哇！你真好，那4000块都无贵。你若讲有的朋友，你若讲像我老三这个年纪的时阵，我一年的中间，我若破病，我嘛唔忙讲，迅速破病，咱了动作吼，休困啊那样，动作大饭店就对嘛。哦，带一个双人房，安尼4000块，我想你讲安尼唔是介贵。
但是爱佫加一个主契约，即马差不多爱偌济钱呢？主契约来看，伊每一个人年纪无同款吼，伊阮的年纪来看，一个人啊，一年的保费啊，差不多只要两三百块尔啦。啊，真的哦？啊，是啊。哦，安尼两，我若一年呢，啊，一个月？一年。一年两三百块？是啊。啊，我若四倍话说。分两三千块、啊，所以伊这个部分了，无强调伊这个身故的部分了哈，伊是针对医疗的部分。哦，算讲一定你要有一份主契约就对了，袂当干那想要保大医院啦。哎、嗯，有一份主契约，但是保险公司哦为着服务啦，我若规定要有主契约，啊，无咱主契约怎啊定个一年两三百块安得啊？哦，所以我若简单讲，我若今日去，我若讲我想要来保一个讲，我干那要，我若死后你免赔就对了，我干那要保讲我若即马破病。大医我想要大较好，安尼一年啊，无都加两百几块，啊四千几块呢？四千几块呢嘛？是啊，都拢有嘛？是啊，啊是真保险公司真正受替老百姓在想着对啦吼。啊，咱若去升级，我若要住单人房咧。单人房以台北市来看啊，平均差不多4500块左右。都单人房啊？哈、啊、是。啊，跟双人房差不多些嘛？啊是啊。单人房，观众朋友啊，单人房多少呀？哦哎、欸，啊这个分台北甲以。其他地区啊，有安尼分的哦。有啊，因为咱台北市的病床来讲，伊的费用拢较悬。哦，是。欸，啊，像我咧中南部，我若有阿公阿妈住高雄的，啊，费用就更加低。啊，有可能哦。哇，欸，赞嘞，赞嘞，赞嘞，哦，各位啊，哦，你若真正担心讲，你若有机会通去住，当然卖大城，我嘛知啦。我想讲，万不能啊，需要大城，咱小可住一个较好，钱嘛加交几千块呢，对不？叫恁囝这条安尼出来啦，哦，安尼来规个保险，咱这个。医疗的品质都提升真多，对不？较早无讲你唔知啊，所以讲真正哦，老三这个单元无讲袂爽快，就是好看我那玻璃仔啦啊！多谢各位收看，那感谢陈经理，谢谢，多谢。